个什么，我不是做女女生叫做这个，然后先看他给你几万，再几万给你，这样。然后我做的这个东西主要是要使用这个一这个具体、具体又抽象的一个概念，然后套用在设计上面，然后把它当成是一种概念性的知识，然后增加在企业的形象及内涵。对，然后下一页，商品特色，下一页。不用放给大家。然后这个商品特色就是将一个基本的那个鞋垫的版型，然后进行切割结构，然后再思考那个高跟鞋跟脚掌的关系，然后就是让它制作成一双鞋，然后思考它的鞋跟、鞋跟尺度，还有一些什么脚的套碗，包包包包包，然后这张一些创意就是我第一张，第一个创意就是那个小戒指那个东西，那只是其中一个小创意，对。然后以它的立体结构，然后去进行切割，然后让它就是尽量就是连续不切断，对。然后我这最主要发想是，我在一般创意上其实都是使用加法、减法去设计鞋子，但我这双鞋子是用除法的方式去想，对。然后除法就是用解构方式，然后我是用将一个鞋垫当中，然后将它去解构，然后。就是解构之后，然后再重新去塑造成一双鞋子，所以这些东西会经过结构，先思考它的结构，然后再进行解构，做再建构。然后因为这东西是我最近在思考那个软件组的市场，说我大家怎么使用去做一个软件组的东西，然后才发现，哎，这鞋子开始一衍生出来，对。然后虽然这个样品的那个材质是金属，但是我在制作的时候是那个由纸张代替的，对。然后所以说这个是它算是还蛮方便性就对了，对。然后这是我那个设计的鞋子的那个设计的。那下一页，然后我这个一的那个目标对象，就主要就是其实是因为这是概念性鞋子，所以我不分男女老幼，就是只要喜爱的鞋子，基于这个鞋子，这算是这双鞋的这种鞋法算是一种公司的，对。我提供一个公式给大家，然后让大家把一个很复杂的鞋子，经由切割，经由这个概念套用在设计上面，它就可以制作成一双鞋子，属于自己的鞋子，就真的是属于自己的鞋子就对了。来，然后就是我觉得属于这鞋子之后，这可以达到那个设计图形象的算蛮最大的效益，对吧？来，下一个，然后像这个的SWOP。第一个就是这我自己分析的，就是它生产成本还蛮低的，因为我在制作的时候，这金属就其实算铝跟铜皮来算，不是说它很贵，就是如果你鞋子的成本来思考的话，这其实是不很贵。然后制作的时速很短，我这是用铝工刀割的，但是如果这是你画好设计图，然后进行镭射切割的话，其实很快就结束了。然后我自己在想说，其实我就觉得这概念蛮强的，然后像这个也是属于。材料上取得非常方便，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算是弱势的，它的实用性在具有在传统市场就是可不可以接受？但这点我之后自己资源取得来讲说，我这是概念型鞋子，我这是卖概念，我这不是就是可以增加鞋子的价值跟那些内涵，对不对？然后下一个是那个机会，就是进行那个现场销售第一波形象改造作品带给。企业的形象的附加价值，然后这其实算，如果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附加上去的话，可以增加买东西的那种价值及顾客满意度。然后第四个，刚刚那个威胁，然后当第一波这个概念打出去的时候，它就需要第二波东西去在第二波东西进去去打仗，然后才可以。然后比较好那种塑造那种算注入心血啊，对企业算注入心血，对。讲个推广计划，然后推广计划就是像消费者如果在他售皮鞋购买超过一定的金额的时候，你就赠送那个算是金属制品，像这种东西，对，像这个金属的制品，那些手上拿的东西都是可以那个金属加工之后会变成像这样子的形状。然后只要在任何人在阿寿皮鞋消费的话，就是可以得到那个像纸制品这个
这个东西 ，OK。然后为什么要用这个呢？因为我觉得说像，如果是这个东西就是只要需要做自己的消费，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东西的话，因为这东西携带方便，然后携带方便，然后可以很容易的跟亲朋好友分享，然后自己做自己的概念鞋，自己做自己的鞋子的话，这可以达到简单快速，然后又不用借助广告的滥用，达到最大的成本效益。这是我觉得说这是算是最快速的方式，对，算是广告的方式。下一个参考资料，这双鞋子，这双鞋子算是那个一开始我是由另外一双鞋子研发出来的，对。然后那双鞋子的那个故事在上面，然后就是我是做一个冰块鞋子，当中就是取中空，然后我从国王的新衣的故事再转换成另外一个故事，女王的新鞋。然后故事在上面就是女王有一定要求，鞋上这双特别鞋子。然后，但是不还有一个贵族在整这个鞋架，但是聪明鞋匠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就在冰块当中放了一双高跟鞋的鞋，放了一双中控高跟鞋，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个里面到底有没有高跟鞋，对。然后所以鞋匠就是说女王鞋子什么可以随便让别人穿，所以我把它冰封在冰块当中。如果真的要穿的话，就等冰块融化，但等冰块融化的时候，我就不保证这个鞋子到底在不在。然后当女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她就命贵族要帮她保管这双鞋子。然后由于女王是看心情穿鞋子，所以贵族就得一辈子保护这双鞋子，没时间做坏事。然后下一个，然后这故事说完了。然后最主要的是，我只有这双鞋子，然后在思考这个东西。最主要的是，我在思考，哎，到底女王是想要什么特别的鞋子？然后我在画这个设计图的时候，就是哎，这很简单，就是这算是这个概念发想，对啊。就是我在画版的时候，就是它这个曲线。然后我就拿一张纸，然后拿铁丝跟纸，然后呢，然后就说，哎，那这样子，那我不如就直接拿铝片做，然后就哎，概念就出来了，就是这双鞋子的概念。对，铝片结束。接下来是评审提问时间，那待会请同学特别注意，评审会提各种问题，那我们待会一同一起作答，所以麻烦你要注意一下评审会。那我们请评审提问。哦，对，现在开始，我们要表演这个鞋子，就是我们后来在想说，后来就是在增加这个鞋子那个可行性，就对了。实际上，这双的话就是，而是拿它紧扣进口之后，把它拉起来，然后从这边放进去，然后脚趟跳就可以把它拉起来，然后产生两种那种效果。然后、哦、这个东西要长下，可是我也切这个东西做主要是它鞋跟可以自己调度，可以自己调整。它可以这样弯下来，你知道高度的变成就会调掉了。然后这个总长总共是五寸，因为我发现五寸差不多是女生穿高跟鞋之后已经极致了，但五寸在以上就小就开始痛。